咱俩今天不结婚吗，老婆？咱们俩今天离婚。哎呀，嘿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我们那个女儿太不靠谱了，弟弟结婚的日子那是半年前就定下来了，她倒好，哎，临了临了，跑什么非洲出差去了？哎呦，人家是工作需要。你那个儿子啊，那就更不靠谱了。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，哎，玩游戏玩到了半夜，早上我怎么叫他都不起。请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们三个人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呀？你怎么，你是不是紧张了你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刚才特别的紧张，我紧张到我肚子都有点不舒服了。不是，那你可注意点，我跟你说啊。我有小祖宗，今天你可千万不能闹啊！这是皇阿玛和皇额娘大婚的日子，哎，亲家，我哎，老公，你派不派人去接我爸妈呀？派啊，我专门安排无极去的，放心。来了，小吴。阿姨啊，我是来接你们的。哦。坐。哎，吴姐，你先坐会儿啊，我去去就来。阿姨，你甭客气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我们家那倔老头子是吧？哎，你说今天结婚是不是应该穿好点？嗯。他死活穿一旧军服，他不脱的。你在这坐着啊，我跟你说，吴姐，糖呢你拿着，歇会儿我就说他去。我说祖宗，你出来呀，祖宗！哎呀，你打扮完了没有？快点了，车都来了，闺女今儿结婚不能晚了。你要是非让我穿西装啊，不去也行。婷婷是不是你闺女啊？她是不顺了还是不孝了？你凭什么这么对待她？凭什么？说是结婚，你闺女挺着个大肚子，让我在我战友面前这脸往哪搁？婷婷怎么了？好像堵上了。师傅怎么了？堵车了。黄连长不是说今天艺术行吗？吴姐，来，您说说，啊，什么时代是吧？奉子成婚，这是不是非常多？嗯。再说你看怎么着，领了一年多的证了啊，现在怀孕怎么了？正常，你说是不是？叔，阿姨，你们都听我说一句啊，现在呢不是吵架的时候，车子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结婚的人特别特别多，要是再晚点，这真来不及了。哎，叔，嘿，你说他，我跟你讲，我，师傅。实在不行就插过去吧，免得错过了时辰。好，插插插啊！哎呦，你慢点儿，干嘛呀你？杀手，你知道这路为什么这么堵吗？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太多了。看你是婚车，不想跟你计较。你今天要真叫板，我奉陪。在吵架吧？喂，在吵架呢。你先去看看吧。来，我去。加塞咱先不说，你要是真把我这大奔给碰了。
你赔得起吗？开拓白奔，又不是宾利劳斯莱斯，我早多你发展远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别干嘛你？别动！我去问问你，你别管了啊！你长好肚子啊！你看，今天是结婚，这大喜的日子，大吉大利吧！来来来，沾点喜气，请你把车让一下好吗？好嘞。喜事儿，我也不是要事人，我让你。谢谢谢谢。楚楚，我跟你说，下回结婚，别用白奔，白奔白奔，一辈子白奔。哎哎哎，白奔怎么了？啊？大爷，我愿意。别，不是你加三，你还有理是吧？什么叫以后还结婚呢？我这辈子就结这一次。哎哎，白奔。现场怎么了？还能怎么样啊？我让大家全吃饭，这样就行了吧？不能让人饿着呀。吃了好啊，吃了好，吃了不用去啊。我们，哎，小叶，你这怎么了？我那个。看看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，你女儿在里边观察，我们在外头等消息。是吧？人呢？人跑了。谁是王婷婷的家属啊？我。是，我们都是。哦，我跟你讲啊，就我是她妈，这是她婆婆啊，这是她公公，这是她爸爸。那她爱人呢？我是。哎呀，我就先问问你，我闺女怎么样？那你们跟我来吧。哎，你先说一声不行啊！跟着去就完。患者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大碍，再观察一下就可以回家了。但是有些事儿我必须要交代清楚。首先，准妈妈一定要保持心情愉悦。人的情绪与大脑皮层、边缘系统和植物神经关系密切，情绪的变化会引起生理上的变化。您的意思就是让她高兴点就是了。回去以后要卧床静养，不要大动，不要有压力。少用电脑，少看电视，多听听舒缓的音乐，按时进行孕期检查，这一点十分重要。如果有什么不舒服，马上来医院检查。那您说完了吧？你们几个先出去，患者的丈夫留下来。老王啊，这个事儿真得好好合计一下啊。你说，我是患者的妈妈，有些情况我必须得知道，你不能瞒着我。你们现在还有夫妻生活吗？这段时间要尽量避免。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别不听了。那个，大夫说的太深奥，我听不懂。咱们还是讨论讨论，咱下边怎么办吧？
本来就是嘛，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放到议事日程上，必须要高度的重视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确保孙子将来能够平安健康的来到这个世界上。那要是生个孙女儿呢？孙子孙女都姓你的姓，姓周，行了吧？啊，行，爸，好，行，妈妈，医生说了，婷婷没什么大碍，放心吧。哎，啊，好。忍一下不就完了？哎呀，我现在肠子都快悔青了。万一你真的被别人打得好歹的话，那我和孩子以后怎么办啊？老婆，我以后一定给你补办一次婚礼，比这次更大更豪华，那所有人都羡慕你。谁稀罕呀，一切都是给别人看的，只要以后我们俩好好过日子就行了。哎，老婆，刚才我真急疯了，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？什么呀？我最怕大夫跑过来跟我说，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？我现在想想我就受不了，我根本没法选。那你保什么呀？我肯定保你啊！不行，我跟你说啊，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发生，你要记住，一定要保孩子。什么？我们随时在家吧。我是想不起什么来了。哎呀，看这也太过分了啊！这哪是养孩子呀，就跟打仗差不多了。金总，你是说对了。你是一个带过兵、打过仗的人，这本身就是一场战争，这是一场孙子保卫战。现在这场战争的序幕刚刚拉开。那好，我把这历史性的一刻拍下来。可以。